关系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江淮分行。深夜十二点外，火烧厝是烧到变变旧，烧到半天红。讲这个火是为一楼的车库开始烧，愈烧愈大，愈大愈开，连烧七栋的透天厝。这个火烧厝发生伫深夜十二点外，有的已经在睏，有的准备要睏，听到爆炸声，大家是互相喊话，赶紧来逃命。有人抱囡仔，有人赶紧来刷车，安尼心公火到。心惊胆吓，真正是恐怖的一个暗暝。中华分行这个透天厝的社区火烧厝，这个火为透天厝的一楼一直烧出来，愈烧愈猛，佮窜去到边啊，规排有七间厝拢着火。火有够严，佮玻璃烧破个声，走出来住户拢着惊。消防队出动四十多个消防队员来拍火，当时清点人数，加在住户拢走出来，火差不多一点钟才拍花。一个吊监视器发现，讲半夜差不多要十二点的时，连同透天厝其中一户一楼大火，火有够猛，有一台白色轿车赶紧为车库驶出来，火愈烧愈猛，佮爆炸声。规排透天厝的住户，有人为二楼探头，有人为一楼走出来看，有人囡仔抱咧赶紧逃命。十二点啊啦，啊咱就是讲已经咧困啊，听到爆炸声啊，落地窗开开看，后门口那红气气，就开始就安尼蔓延。透早火调科的人员嘛，登到现场要调查是倒一户大火，要大火原因。另外，台中丰原区这栋透天厝，透早六点半嘛火烧厝，相对赶到现场，二楼一直出乌烟。伫阳台找到一个外籍的男性，伊讲伊规身躯拢熏甲乌麻麻，被救出来时，向向摔倒消防人员想要走。哎，救来啊！外籍伊讲，何元景压制在地，国家反扣。警方查验伊身份，发现讲伊是逃走的疑犯，莫怪想要走。目前已经联络大火透天厝的厝主到案说明，要个追查是甚么人说这间厝和逃走疑犯住，要找这个违法的头家。我是吴怡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